月五日零时至二十四时，本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六例。七月六日零时至十五时，本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三例，他们是感染者十至十二，延庆区两例，昌平区一例，均为轻型，均为隔离观察人员，已转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，相关风险点位及人员已管控落位。七月四日至六日十五时，本市累计报告十二例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，涉及四个区，其中延庆区八例，顺义区两例，通州区、昌平区各一例。